本篇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占卜大师，他曾为自己能未卜先知沾沾自喜。当德文现世因果教育后，被震惊折服了，并当众彻底揭开自己所做的颠倒行为，发怒忏悔以警醒世人。他发愿用自己的余生弘扬因果教育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不造业，不结怨，身体就会好，就没有病苦和灾难。所以吃的越多，造的越多，背的越重。为什么现在的人这么刚强不化呢？唯有因果能拯救他们。因为因果不是人支配的，比如说人支配的是什么呢？法律。进监狱了，有的人还造恶，拿钱往外买啊，活动活动少判几年，死刑了可以变成无期，无期变成有期，有期变成回家，这是人为可以操作的东西啊。别说都是极个别人，但是因果可不一样，你用多少金钱都无法去交易，它不是买卖。你尽管有万贯金财，你也解决不了业因果报，就给你这果，拿100万也买不出来，你怕不怕？所以说因果能教育人就厉害在这儿，它不是人为的操作，它是自然流转法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说，人可以改造自然，但是永远都无法改变自然。你想让自然去随你的意去变化，永远都不可能。自然法呀，自然生成灭尽，自然流转。你说你让他改造，说我这个地方是原始森林，我给他全扒拉盖房子，你只能改造这么大一块，任何人也做不到去改变自然，没法改。你能改变虚空法界吗？你能改变日月星辰吗？你不能改变这个。你要说能改变自然，那就是欺骗，不现实。做下自我介绍吧。67岁。哪儿？双城市，姓刘。搞了33年周易，原来以为这个世界好奇妙，周易是未卜先知。我父亲也是搞这个的，他那套书我都有，去搞易经了。搞了之后，这个30多年，那经历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跟大仙好像是有区别。因为大仙那套呢纯属迷信，这个东西说起来很玄奥，所以我也沾沾自喜。开始看到老师的光碟的时候，那是07年听到老师的光碟了。那我姑娘他把你变成易经了，正好我老伴搁这儿呢，他去了待1年了。我去求他的时候说你别干了，你送我长法眼呢，是不是老师啊？哎，我说对呀。他说一句话，我说第二句都没说，我停。07年就上成都乐山佛山转一圈，到普贤坐下就去拜去了，我也回家了。07年春天彻底放下，那个时候就03、84就看一点老师碟，心里不上，感触不深。那天一块一块的老伴逼着我看，我心不在焉。等今天春天了，我从头看到尾。我看到第4个碟的时候，就觉得很奇怪。哎，我男子汉，我60多岁老头子，好来不济也读2天书，我也没想哭啊，这眼泪刷刷的。就自己，哎，我说，莫名其妙，还哭什么呢？还不行，还是哭。哎，我是年轻代主啊，不是啊，我自己。看到第4碟，那里老师讲啊，说一善一恶是命，无欲无求是静。那这一想呢，就几个字，非常简单。我一点点看，一点点看呀，越看越深，越看越深，我震撼了。
因果法怎么究竟呢？因为我说了我是一时众生啊，因为无名，哎，而愚痴，因愚痴而贪婪，因贪婪而造业，因造业而得果，完了下去吧，六道轮回来，那多可怕呀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给老师这个光碟看完了，我昨天醒一次觉，我激动了，老师这东西拿过来说是幼儿班，开玩笑啊，老师讲的是少中见多，小中见大，言不尽之意在言外，言简而意深，只要你走进去了，你就才能发现老师讲的是那么深刻，言简而意深，他像鱼无声处听个惊雷一样让我醒了。老师的东西呢，那这块就是个苹果树，我随手摘了一个，我可乐要吃掉，那就是老师的东西，就是清泉水呀，一碗了一碗，哎呦，喝一口去芳香群肺腑，三伏天你透气凉，让你凉彻底，让你明明白白，我提还有什么理由冲动呢？最后哎，老师讲的这边就是一碗大米饭，那边是一盆馒头，你随时拿过一块就可以吃，老师把它掰碎掰两半了，揉碎了喂到我们嘴里去了，他我开始还好傻瓜不愚痴，就心里头疼，我看看爹那天突然间我忏悔，我有个朋友，我们单位的，你给我整点炸药，我可以整这么两捆，这么长，这么粗，两捆，两次，这不是雷管，和那两大捆炸药，他们上松花江和兰陵河去炸鱼去。完了，我这腰手术是这么来的，这国搁这等着我呢，可惨了，这么长口子，现在搁这儿呢。我敢看你敢着忏悔，哎，忏完了有一天，那哎，这嘴怎么不麻了呢？哎，也不凉了，颠骨也不开了，背也不压了，哎，就现在，你看，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根本就没法比，它不是一个层次。法律能管了的，可是那世间法呢，法律管不着的，它全管。那你看地府一个善恶簿子，天庭一个善恶簿子，这两个簿子一打开，我们都在其中，时间没到啊，一到了一切全报，看你蒙不蒙。实际给我果了，我这个眼睛瞅清楚了，这耳朵不清楚了，67岁了，时间不多了，我那天就觉得不得劲儿，我半夜12点起来忏悔，我说你不等我了，不等我快忏悔，我寻无常大鬼来，走吧老头，没可嘚瑟了，你那不完了吗？我管他呢，好顿颤，一向就颤了2小时15分，我也没做啥错事，反正杀到1碗酒干全了。你看这家伙原来脚挺美呢，脚挺有实力，一对号啊，我该下地狱。可怕了。哎呦，我看那碟那宋师傅因为一句祈雨让他牙疼顶墙叫，我这一辈子我都敢祈雨王了，那成天不开玩笑不骂人不说话成不东西了，你看没有，小时候10多岁就欠蛤蟆得好几百，老鼠我抓住了搁那个笼子里头，我不放它，搁那正常大签子扎死拉倒，我还拉着我儿子跟着我签，傻，你看你见坏了吧，儿子造业了，你说惨不惨，你说愚痴不愚痴，哎我干的。所以杀业呢，那鱼你别说了多了，搁那个汽油和那个开水一堆蚂蚁就烫，那多少啊，小时候偷东西偷过同学一个笔记本，那10岁吧，第二次偷东西就17、18了，挂彩带
偷十四五斤土豆子，让蚊子咬一脸，大往往回跑。我们俩人，完了那天穷无货源，给我老丈人家搬出来一推车的东西，一个缸，一个缝纫机，啥也没有。搁单位院里头，老领导说不给你拿呀，我说看你看不见我指定拿，砖呢板子就给自个盘个炕，我会干点活，完了整个墙，搁树干四根树干绑个板，两边搁纸壳一勒，咔家就立着了。完了就磨泥，就住家去了，造业了。那家伙，你看，完了单位东西使了一些，搁也拉工程呢。那院里摆的东西，那老金工反正也不管，默许呗。那杆子三四米的，我没有棚子，也没钱买，我挣34块钱，就扛了七八根儿，还有乱七八糟的，搁单位什么铁锹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拿一些，估计一块那钱得值20-30块钱。完，都把它拿出来赎罪，那是偷的。老师说了，不给都是偷的，就搁这嘎子忏悔了。哎，永不服道，想到也回家了，道成了。这沙和道，银好像我不没有什么问题，也就20多个吧，啊。那你不能不交代呀，哎，天下人我对不起的是谁呢？是父母。我最对不起的是我老伴儿，我现在给他磕头。我对不起你了，老伴儿啊，哎，因为我不管他，我老公他跑啊，我这人不爱哭，我把话说到了，我用我的心去说的。从看了赵老师的法，这些年已经停了，但是没有讲出来。为什么讲出来呢？孔子都说了，知耻近乎勇，没有勇气讲不行。我不知羞，我要说出来，不掩盖，要一段永断。我估计我这个头啊，就是前世没干好事，过了这么一个头。这个难看，我看还不如我做的事难看，所以我这个丑陋的心和这丑陋的灵魂，我今天要给他一堆曝光了。警戒世人，别说我，要等给我下地狱的时候，我想那十来阎君，这十个老佛爷都不会宽恕我呀。我看那碟儿了，我天哪，你喊妈都不好使啊，立刻嘴勾着你勾豁他，你看害怕不害怕？我现在我都把他说出来，让我下地我也心甘情愿，我心痛快了，我说完了。这个邪淫是很严重的，为什么这么严重呢？我有个信念，人家说了好汉霸九七，我他一个还差八个呢，所以那些就烂脚。你看看多愚痴，多可怕，多卑鄙，多无耻，不知道先生啥先生，可别逗了。你说聪明，他干正事儿他真聪明，造恶他也厉害，恶都聪明人造的。所以我说你看看呢，你大人，我成大人王了，你整那头去了，你这不要命呢吗？你说，所以给我多少果我认，因为我做了。任何一个女人女孩子都不愿意，全我一个人，是我找人家的，谁让我做了，做了就敢说。到时代阴君那要下地狱，把我粉身碎骨，我说赶你，应该遭力报，看是谁敢，我是不敢了。因为这时间长啊，就不能讲了。我忏我的第一条就这个，忏2小时15分。老师讲了，这愿力够，悲心够，有个悔，掌握这个老师这个法宝了。了业不造，修自己度别人，还有最后这几天
尽量把这灯加点油或亮它，瞪着眼睛好好的看老师的碟，弘扬老师的法，把最后人这点时间就放到这里了。因为条条大路通北京，只有老师这个法是最简洁、最直接、最有效。老师说的是这个法，看着是，哎呀，像幼儿班给小孩讲话似的。你扒拉扒嘴一听，一条一条、一块一块的。从第一碟看到216碟，催人泪下，感人肺腑。要不我吃药了吧，我把我的事都说了啊。在法面前呐，法不成言，天不可欺，你自己的良心也不可欺。说什么都没用，就是说真的，悔，悔过了，不做了。回过头来，还得把我害的所有人给他剁，能见到我的面，就是让他看脸。就是讲这因这果，老师说了，俗人怕果，佛菩萨怕因，一点都不错呀。降伏其心不如不生，不生有多好啊。就像那个大仙似的，就埋怨老师，老师你早干啥去了，你看要早来我也不干那傻事儿，是不是啊？晚了，这灵魂已经被丑化了，这个心已经坏了。所以现在呢，看了老师这个光碟，我的心又清净了。哎，可是呢，就觉得很轻松，现在活得很愉快。不是说人瞅着我难受，脸皮厚不在乎那钱儿，现在不是。吃苦的话，法喜充满了整个我的心，哎，别人不管你怎么看我，我心里亮堂了。我下地狱我交代了，我先把他忏悔完了，错是错，我认。任何人不愿意，用我一个人，那些人都没责任，都我干。一善一恶都出自心，这个心呐，放偏了就会打雷，就会下雨，就会让你哭，让你笑。所以这颗心，一切都是心造的。老师搁那碟里头，搁那黑板上写着呢，我就给他反复道，反复道，给他抄下来，一个字一个字的不漏，都给他抄下来。所以善自心出。确实善自心出，佛自心成啊。看我好像平静，实际我心里非常冲动，因为这几十年都是给别人算命，算你吉凶祸福，可这吉凶祸福都为心所造。心能做佛，道自心学，佛自心成，德自心居，功自心修，福自心造，恶自心为。杀盗淫妄酒我为盗的，那个酒我不会喝，我咋为的呢？所有的大酒厂盖房子怎么盖啊，然后呢开张的日子怎么开，他出事儿了我才给他摆平去。
那大仙儿给他施上法了，那瓶子酒里都是毛。我们那个酒厂现在整好几个亿了，全国出名。我这整完了毛一个都没有，你看看，给我那么多酒，我都把它弄没了，我不喝。可是我帮助和从容了这个酒业呀，这就是罪呀，所以杀刀洋酒我就一样不缺了。说我这心呢也能做天堂，现在好了，做地狱了。所以都看完了觉得非常恐怖，所以让我警示世人，双乐谱一代算卦的退出了议事舞台，倒下了，原来的刘先生死亡了，没有了。我要把自己重新这个灵魂化了，用赵老师的话重新拯救自己，抢救自己的灵魂。赵老师说了，不抛弃一个众生，是不是？老师是苦难中我也是一个，不能够冷落。哎，所以这法传了，我就乱了，就像见了救命稻草一样，我得往法传上跑，玩命的跑啊！我是不能冷下，我不能搁那死囚不动地上，还搁那浴池，那我不干了。我看到三十节的时候，跟老师说，老师说你没权发言，我说偏要发言。哎呀妈呀，老师说你功高我慢，看别看完啥功高我慢呢，我啥都不是啊。老师今早看我了，有哎要说什么没得说了，那破气球瘪了，完了，霜打的草啊，完了蔫了。我知道啊，这人间被谁破坏了？被所有的你我他，所有的你我他就是五毒俱全的工具，除了人没吃都吃，所以我也是其中一员。我们双谱大饭的名我给起了，可是他们那天天杀生，真悲哀呀。有一天呢，我和我朋友去老狗肉馆啊，他妈那狗掉下来就杀了，我们俩进去了，因为我起名我来日他不超我要钱吃饭，我们俩谁也没吃，坐一会儿走了，不行了。我来看咱们那天那碟里的，他给黑狗刺哨挑了，狗那掉那绳子折了，那狗还去晃那尾巴还舔主人呢。你看我和杀狗那人如狗吗？还不如牲口呢。杀到阎王酒，这人不就是牲口吗？就差没俺女儿，多悲哀呀。所以我觉得我太可怜了，我这大眼镜我戴的，这名扬的扬的恶臭啊，太遗憾了。哎呀，亏得有老师了，最后这几天还是几月还是几年我不知道，把自己洗心革面，好好去做，按老师说的去做。哎呀，我感恩老师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。嗯，我说的没错，很有才是吧？这也是个应该说善根性的人啊，也是一个很有才的人，只可惜他也得身重啊，误入歧途了，从事祖传的占卜吉凶看八卦带多少爷呀、啊、命不是算出来的，是修出来的，只可惜他不懂。大家能听见他那个真诚忏悔的心，很有智慧，也很好的人。如果说他早一天能得到我们讲的现实因果，他肯定不会这么做，他忏悔得很至诚。那么他造的业呀，他是太大太大，数不过来。就是他因为今天时间很有限，他说不出来，他需要太多的时间讲他自己的故事。你写本书吧，留给后人看看你这三十多年你造多少业。哎，所以我们说讲因果不讲不行。这是远近闻名的大师，从事三十多年的易经
你看他造的业，杀到银王酒，样样具足。他很坦诚是吧？他跟过20多个女人，不讲因果行吗？众生怎么断恶？我说打掉你牙，打你鼻骨穿血，今天打你嘴巴，明天打的你不知道疼。他不错，打醒一个是一个，他真醒了哈，67岁了，就说真的能醒悟，也真的不容易。那么人生总是有寿有限量的，每个人也不活到1000岁，也不活到几百岁都没有，所以他能醒悟忏悔还来得及，忏吧，随着因缘推吧，你能有一颗真诚心。您那句话说的我很赞成，说把你已经迷惑颠倒那些人啊，然后把法转给他们，你再给他们转回来吧，减轻一下罪业。现在对您来说这么大的业障，唯有转法啊，在您的余生你就好好去转光碟吧，用您亲身的经历去讲给别人听，这几十年你是怎么颠倒怎么造业的。再说人是吧，那不用说了，有20多个女人跟过的，咱就忏悔自己吧，这下可不好办。所以随着时代的变迁呢，现在的人们真的是无比的罪恶，现在这个婚姻动荡这么厉害啊，每个人的心里都忐忑不安，都不知道我的丈夫某一天会舍弃我，会找了别的女人啊，每一个男人每天都提心吊胆，我的媳妇今天没有回来，有没有跟别的男人怎么样，过得这个累呀，差不多吧。你说这个人类不被进化怎么可以呀？一个人能找20个女人，这20个女人不光是跟他，还得跟别人，说他能跟你他就能跟别人，我就这么看。说你的妻子能背叛你啊，我见过拆散家庭的人啊，说两个人都有家，完这俩人就开始婚外恋了，离婚呢怎么怎么样。我说我告诉你，他能抛弃他妻子他就能抛弃你。对呀，我会跟这个女人说，待会我跟男人说，他能抛弃他丈夫他就能抛弃你。这是真的，所以这样的人是不可信的，你谁都能抛弃你，你说你那就不是一时的开心快乐啊，那没有意义的。所以他这块啊这么大的业障，就希望你能真心的去忏悔啊。那么他30多年那可真是写副大表都无数了是吧？没有了，几万个。几万你天天30多年几万个，天你造的业简直啊，那得空运，你知道那业太大数不过来了是吧？数不过来，我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的，不是业力多了，这一个罪一下就有。你的罪业呀、啊，条条都永结沉沦呐、啊，真的，他的罪业条条都永结沉沦，不是开玩笑。你说他做那些事儿，他就讲了一点点啊，咱就是有机会让他自己去研究去吧。第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啊，非常非常的恭高我慢。那个洋洋不睬的，没看你说没看，说没看你说啥。后来又来了，看多看30碟，还发表言论，看多看30碟，30碟没签署，别说，他挺聪明。最后看完了，为什么让他讲呢？今天到双城，我看他以后，也可不像以前了，就从相上看，他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就不像以前那种啊，非常恭恭我慢那种大说大讲啊，非常稳，一句话没有。哎呦，我说这位怎么样啊？有啥说的？没啥说的，没啥说的。我一看，我说这位真进步了，啊，他说我看碟啊，写了记录80多篇了，说明他领受了，啊，记80多篇，看了一遍是吧？一遍。你应该再看。我这辈子到死前就是老一个看。我感受是不同的。对呀、啊，因为看一遍一个样，为什么呢？随着你境界的提升，你的理解程度不一样。说你啥都不懂，迷糊了，你就看大仙儿这么回事儿，就看这个，就看一些个
比较热闹的东西呢，记住深奥的道理你并记不住，因为人这个接受能力是有限的，几百个小时你就一个月你全消化了，这不可能，那是几年讲的东西让你一下就吸收了全都受用了，这个是不做不到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反复的去看，在随着你境界提升的时候，对我讲了你就能更深层的去理解。实际上他有句话说的也挺到位的，是吧，说鱼浅亦不浅，实际上是的，所以我们讲的时候讲的最浅显的语言是让你懂，你懂了之后你才通达，通达才能无碍，无碍就是圆融，所以好多人不理解，我看了我都看一遍了，就觉得看一遍了就觉得很好，实际上我还是建议大家多看，好好去受用啊，反复去参，我想啊，他看完之后他真能做到去利益别人，因为他有这个能力，30几年当中他接触了各个群体，因为每个人都想去找他啊，所以他的接触面很宽，很范围很大，要做善也很大，要做恶也很大，所以他有这个机会，你还得忏悔呀，你业力深重啊。我不忏悔，我不是没走进去吗？没走，没进入角色，没进入角色。但是你知道，就是再进入角色啊，这个现实因果拿不出来的时候，大家总是不行。实在再说，因为这个时期时代不一样了，唯有现实因果能让人们醒，他们沉睡了太久。不行，你咋说都不行，就像说发愿似的，刚一发愿，哎呀，苦难着发愿，等着一好，马上退愿。像我们现实因果讲座，就是后期时候有一些现身说法的碟子都撤走了，为什么呀？他们万死万生的时候啊，发大愿呐，只要我能离苦啊，我一定现身说法呀，怎么怎么的，他真离苦了，他就得说，是吧？说够了之后好了以后往那就一看，哎呀，太磕碜了，哎呀，那是我吗？太磕碜了，他觉得这帮脸要脸了。有病的时候站在死亡线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，命都没了还要脸干啥呀，当一离苦的时候摇身一变的啥都得要，命有了就得要脸了。因为我们先期有些碟子撤出去，撤也没办法啊，因为流通长功德长你，他不长我，对吧？随缘就自在，它不关我的事儿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台来承载你，我像一个大地来托起你，是吧？我说一双手能捧起你，你都不愿意做，那我就松开吧，这不关我的事儿。你这份书上的功德别人想要都没有，你有机会有了，但是你并不惜福，给你的功德福报你扔了，这个可不怪我，不是没给你计划，就是我们现在流通的碟子也是一样，我也跟大家说随缘做，所以大家还是不明理。就我们后来的时候都会跟大家征求意见，或者说我们的碟出的就很严格，有一些现身说法的，我们考虑意义非常大，本人同意又能签协议，所以这一块啊，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跟他学学忏悔。你看他的腿那么严重，应该说20来年了好像没好，是吧？29年，你看，然后经过忏悔好了，他那么有本事，按理说那么大大师竟帮别人，咋自己不帮呢？帮不了，是不行，阻止不了业力。不行，讲但愿您未来的生命都能去好好弘扬因果，利于更好的群体。